주말, 주말, 주말. 주말 是什么？能猜得出来吗？这个也是从汉字过来的单词。哦，哦，是什么？周末。OK，周末是주말，发音很像吧？好，주말，주말，주말。那周末做什么？주말에뭐해요？주말에뭐해요？好，주말的意思刚才我说明了，周末嘛。那我们复习一下，是，这是一星期日是一六日，那星期一呢？都想起来了吗？월요일，월요일，星期二，화요일，화요일，星期三，수요일，수요일，星期四，목요일，목요일，星期五呢？对，好，금요일，금요일，星期六，对，토요일，那怎么背的？你们记得吗？对，这是日、月、火、水，还有木、金、土。所以背的时候，월화수목금토일，然后后边加上什么？요일。好，那我们再背一下。好，월요일、화요일、수요일、목요일、금요일、토요일、일요일。那看看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呢？好，说什么？什么平日嘛？对，平日怎么说呢？평일，평일，평일，这个也是从汉字来的。平日，평일，평일，一样吧？发音很像。好，那周末呢？星期六，토요일，일요일，星期天加上的话，周末，주말，주말，주말，可以了。평일，주말。